去亲戚家上大号，马桶堵塞怎么办？我喜欢大便啊，你们啊！堵塞了，堵塞了，堵塞了，堵塞了。有这样的经验吗？有。好的，我们今天来到了最后的一个环节。好，我们带来一首晚安曲，谢谢大家。终于让我们要聆听阿达的歌声了，可以吗？你这个新玩具还行啦，声音没有木吉他这么美，这样子。我听不出来，没关系。声音听起来对我就是声音而已，对。很美，你弹得很美。大家说阿达不美吗？你们好适合被洗脑哦，宗教集团最喜欢的一群人，来，第一张喽，第一张，一个人想要吃年菜怎么办？大家到底多喜欢吃年菜？但是这是第一个想要吃年菜的人。我觉得你就走到邻居的家里，跟他说我这个过年有点寂寞，能不能分一个位置给我？那位单身的表哥，你对我有没有兴趣呢？咱们签个字，今晚就在你这里过夜了。直接成亲啦，一起闹洞房，闹到一半呐、跑去偷吃年菜吗？表哥是真的表哥，还是邻居家的表哥？是邻居家的表哥，所以不是他的表哥，不是他的表哥，完全搞错啦！我没有听懂你在唱什么啊，是我的错啊，对不起。没关系，但是蹭到亲戚就可以吃年夜饭了吧？是吧？问他们呐、但是麻烦的是，吃完饭之后要洞房，该怎么解决才好呢？默契不见了，因为刚刚你是财神，我是圣诞老公公啊，宗教不一样啊，是吧？是吧？没关系，我们都算邪教啊，没问题的。直接下一张吗？哇！放烟火很吵，怎么办？走到他放烟火的地方，把家的烟火拿起来呀、放到那个人的家里呀、让他自己听听看这个声音的分贝数啊，然后站到他的家外面啊，找左邻右舍来看他家的灯光秀啊，你看那、一闪一闪是不是很浪漫啊，搭配鞭炮声喊他们家的惨叫，越来越恐怖了。这就是一种轻点而已，什么炸邯郸的感觉，只是这个房间里都是邯郸罢了，这是韩家。
下一章你不要冒犯别的东西啦，人家要当立法院长。我没有在说他，很多人都心寒呐、啊。那你不要吓我啊，我很敏感啦。下一章。过年期间总是管不住自己的嘴，一直想吃怎么办？我给你一个建议，是我这次演出的心得。如果想吃，你就含个奶嘴，你就不饿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含着奶嘴看到镜子的自己，你会觉得恶心，很想吐，你就没有食欲了。当别人看到你，他也不想吃了。大家一起节食吧。哎呀哎呀！但是我有一个新的推荐呐、啊，你们就来看，他穿成婴儿装，就会觉得想吐啦。我自己都不太舒服啦，但是我说寒假就这么长，你就好好的吃一顿啊。你刚说的是寒假还是寒假？我有点吓到啦。寒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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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寒，是 winter vacation 对吧？对呀，冬 winter 他好像每天都在放 vacation 啊。 Mr. Winter No Stop 要吃我的炒派铁圈吗？下一张下一张。好想上班怎么办？好想上班怎么办？是谁？是谁？我要着政府把你保育起来，你是稀有品种啊。是谁？是谁？以后我不想上班，就叫你上来表演呐、啊！拜托你，我给你薪水。以后休假的时候来这里报道，他会教你跪着走路啊！他很想上班呐、啊，他想要当大家的大家长，让我当院长。Mr. Winter。啊、我刚刚在救场啊！你都把他搬出来了，我只好继续啦。下一张，不要再说他。去亲戚家上大号，马桶堵塞怎么办？我喜欢大便啊，你们呐、啊！堵塞了，堵塞了，堵塞了，堵塞了。有这样的经验吗？有，有的。有的，塞在马桶里还塞在自己身体里，都有都有，好不好？大便大到一半啊，发现马桶冲不掉啊，我就开始哇呀哇，哇呀哇呀哇，对不起，我们重来好不好？你要唱。我以为你要唱抖音的歌啦，那个蛙真的太恐怖啦，在小小的粪坑里蛙呀蛙，用我小小手手啊蛙呀蛙，味道都飘出来啦。亲戚说你在里面干嘛，味道不对呀、啊没有那么浓烈吧？邀请他一起来种花。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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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下一站快点救救我吧！吃了四次佛跳墙怎么办？你为什么要吃四次啊？问我怎么办？上厕所要小心啊！
要找个马桶会通的啊，不然不小心拉太多了。还是有个办法哦，吃完佛跳墙之后那个哦带到厕所去当备用，不怕马桶堵塞的时候盖上盖子贴上符纸，没有人不会出现僵尸吧。怎么会变这个剧情呢、啊、跟你亲戚说不要打开它，会有鬼啊，因为你闻到会变成鬼啊。也是个办法。我不想要在我的大便上有一个符纸啊。你可以在上面写 Holy shit 啊。谢谢大家，还是说来大便啊，真的都在这里啊。最后一张、最后一张，老家蚊子太多怎么办，老家蚊子太多怎么办，全都脱光光站在你们的庭院里啊，牺牲自己为了成全大家，有个好吃的年夜饭啊，蚊子都会盯着你啊，停在你身上，然后你就赶快趴下，就压死一片蚊子了吗？办不到吗？那我们再好好唱一唱啊。还有什么办法？如果蚊子很喜欢你家的年菜啊，会飞进去啊。蚊子为什么会喜欢你家的年菜呢？是因为你家总是吃寿司吗？人体寿司吗？我全部脱光躺在桌上，身上放着醋饭寿司啊，蚊子飘过来想叮我的血啊，我就用超牌铁拳打爆他，铁拳打爆他，说我人体寿司不好吃吗？打到你出血啊！他真的可以把你打到出血啊！椅子啊，你小心啊！靠着他们的苦难来结束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告白。谢谢大家，感谢大家的收看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现在有在笑吗？你们现在有在笑吗？好不好，那不要躲在荧幕后面笑啊，来现场笑吧，不要呛他们，来现场笑啊。好，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欢迎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对，好，之后来现场，来跟我们一起笑哦。对，来现场就直接来。好了，来现场笑啊。